大家好，这里是 BSB 卡讯电子的展位。我们今年展出了 IP 影音讯息发布暨应变指挥解决方案，它可以应用在校园、工厂、企业，应用范围极广，因为它可以实现许多功能，包含教学、广播、安防、指挥中心。它是透过 IP 将影音封包经过网络传输，所以可以有良好的同步效果，不延迟。此外，有别于传统的广播，它除了可以应用在无声广播、影音广播，还可以使用串流 App 广播、手机广播，而且它还有紧急求救与门禁防盗的功能。所以今天如果学生在教室端发生紧急状况，他只要在教室里按下呼叫钮，老师在办公室的电脑就可以看到哪一间教室的学生发生状况，还可以进行对讲。另外，它还可以整合会议室里的会系统，变成一个紧急应变指挥中心。基于上种种功能呢，它是一个相当完善的解决方案，一套系统就可以满足您的所有需求，所以非常欢迎您也与我们联系 ，BSB 将会提供更全面、更完整的资讯。谢谢。